挑战200块钱，带着媳妇吃遍全国300个城市。第一站长沙。哎呦我的妈！这年轻人。长沙是座不夜城，走媳妇，今天200块钱标准，随便造。20块钱四串的鱿鱼来了，开撸。来了。啊，好烫啊！吃的满嘴都是，老公，有没有纸啊？有纸，我在抖音商城超值购入的维达抽纸，一大箱才几块。最近在抖音商城超值购找到很多大力度福利补贴，分属通道放评论区置顶了，或左滑进抖音商城点超值购频道，新客还能领不少无门槛券，大牌正品5折起，逛逛省不少。这场面怎么卖的，老板？到一份，一份十块，这来一份。好的。这火是怎么来的？我是内部逼出来的。长见识了吧，老板有内功。收徒步，老板收。18块钱十串的烈火牛肉，咱尝尝怎么样啊？来，媳妇儿，尝尝。天哪，十个都是牛肉。真好，不错不错不错。这个味儿有点我小时候吃羊肉串那个味道，但是它是牛肉。好吃好吃好吃，老板不错啊。怎么样，媳妇儿，好吃吧？好香啊，这个小味儿，老肉串的感觉。还想吃啥，媳妇儿？看哪人多吃哪。这里是长沙最大的夜市扬帆夜市，东西南北有4条街，全是好吃的。太有食欲了啊！来，媳妇儿，好吃，棒啊！头一回吃芝士玉米，好香啊！拉丝儿，太赞了啊！不错不错。金钻凤梨水果茶，来一杯，老板，9.9一杯。这里边有真的凤梨果肉。是的，都是新鲜的凤梨，我们用的都是最好的凤梨。来，媳妇儿尝尝。老板说最多一天卖过400多杯。啊，很好，不是很甜。28一份的铁板肥肠，哇，出香味了啊！肥肠在这个铁板上一滚，太有食欲了。这一盒分量是真足啊，满满一大盒。来，媳妇儿尝尝咋样？臭不臭？香臭香臭。味道很正啊，主要这一份量还不少。哦哟，这东西一定要趁热吃。想感受一座城市的烟火气息，你就得来夜市儿。哇，这个肥肠真的巨好吃，再来一份吧，要不然。够了，吃这个吧，媳妇儿，看这玩意儿就香。哎呀，这锅底儿真好啊！那就来两杯了，要微辣，益阳麻辣烫有名。哦，蘸这个吃是吧？牛肉牛肚来一份儿，这吃蘸汤的麻辣烫，在南方这样叫麻辣烫。来，媳妇儿尝尝味道怎么样？行吧，好吃，好吃，味道不错，有点臭豆腐的汤汁那意思。我就愿意吃这样涮的香菜，这个微辣真的还可以。不辣的肚子疼是不是？魔芋一份儿，这玩意儿据说咋吃也不胖。哦，好胖啊！麻辣烫吗？妈呀，这个东西看起来太香了，啊，泉水的牛郎。来，你们好好吃，好入味啊，这个。爽！你们见过凌晨1点还堵车的城市吗？这座城市还人山人海的呢，他们不睡觉吗？还有一件事特别纳闷，你说他们这地方人天天出来晚上吃好吃的，他们为什么那么瘦啊？身材都那么棒啊！Nice， 小伙子真棒！吃饱了咱就回家，明天继续逛，关注金松带你了解不一样的幸福生活。